166管道新港沙井处到民雄牛斗山这段，即马是双向单行的道路，常常看到大型货车和机车相撞的情形。县政府争取到经费，要把本来9米宽的道路拓宽到18米，并且会设置机车道和路肩，确保民众行车的安全。对新港啊，一路吼到民雄去吼，啊主要吼有台塑这个工业区，啊，搁有迄个咱的民雄桃园两个工业区，所以出入的车辆吼真多真多吼，啊，所以为着要让咱出入会当平安吼，咱这条166线对沙井厝到牛山这站吼，1.35公里吼，即马的跨度是较矮，啊，所以吼啊一车两车会车还可以，但是边啊个奥德牌足危险吼。所以咱管政府来重新规划一个拓宽计划哈，啊，已经哈啊，公路局的生活圈已经通过哈，啊，咱今日动工哈，诶，总工程费是1亿6000几万哈，啊，其中咱的这个公路局哈出8000几万，管政府出7000几万，所以今天哈我们的动工哈典礼啊开始了，咱大概11月底就会当完工，啊，拢总吼啊，这个跨度是18米，1.35公里。管理电话官表示，这项道路拓宽的工程总经费1.6亿，施工路段全长1350公尺，会伫今年11月底来完工，要让民众无论是外出做工课，还是倒来处理，拢有一条安全佮便利的道路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